pass。怎么回事？你英文没听懂？考官会说中文。你是说遇见了一个会说中文的考官，你居然没通过？是我太没礼貌了。你太没礼貌了。是问题就在于谢桥，他在中国开了太多年的车，身上有好多的习惯和小毛病，可是在这儿都不行，这儿的规矩太多了，太严格了，是，所以他必须得找一个这边的陪练。像你之前给他当教练根本就不行，他把车开到沟里，你都哎呀好棒啊！你那个不叫专业陪练，你那叫专业花痴。我专业陪练一小时45刀，想想都心碎。这钱得给，不就是专业陪练吗？我找你，要是让他通过了考试，我还请你吃饭。谢小姐，我带过的学生啊，从来考试就没有超过2次以上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，哎呦！嘿呦！We're gonna make a left after the stop sign.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Excuse me. What do you have? 你干嘛呀 ？Tea. I love tea. Great tea. Nice. Is this for me? Yes. Pass, pass. Okay. You sure? Y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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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 pass.